在这边，然后让所有的轿车都出不去。现在所有轿车全部挤在这边，不管是大车小车，通通卡在停车场，完全无法离开。男子气炸了，拿起手机录影po网。可能显然是业者的问题哦。好，放小车进来，然后大车心生不满呢。卡在这里，小客车驾驶越讲越激动，把游览车司机当作出气包。但是大哥，这里是大客车停车格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就是你看到现在现场所有的位置，几乎一台小客车就停一个位置，车道这边先暂时停放，司机都人都是还在现场的，必须要延让所有的小客车移走之后，我们才陆续有办法有停车位去做停放，然后司机才有办法下班。事发就在23号晚上8点多，因为当天故宫博物院举办故宫之夜，吸引不少民众来参加，造成停车场爆满。业者表示，是小客车驾驶发现车位已满，才会自行停到大客车格。但是游览车司机不满，明明是管理员摆放这一张告示牌。管理员其实他来上班的时间非常短，大概一个多礼拜而已，所以他才不熟悉我们整个停车场运作，那他可能现场都非常混乱，然后拿错牌子了，小客车立刻满。一时失误放错牌子，捅出大篓子，让所有驾驶全傻眼。三选陈义祥、新怡台北采访报道。